画要垂直，要稍微细一点。左边的竖画，右边的竖要粗，要长一点。坐稳完之后，向下压。勾不要太长，要含蓄。注意，左边竖要细短，右边竖要粗长。我们看一下竖画，间距相等，横要细，横画这间距即为相等，撇得成三角形这样子，点稍微饱满一点。